大学，明德章。大学之道，在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后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这个就说这个学习的根本在于啊，明德。这个大学还是可以稍微胡乱解释一下的，在明德啊，明白你的本性。在亲民啊，之前这个王阳明之前，他们认为是新民啊，这个王阳明说也是亲民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在新民亲民都可以啊。这个明德，亲民止于至善，那么有顺序，知止而后有定。我的理解是这个，那么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。你定住了之后才能够静下来，静而后能安。那真正的静下来之后啊，才能够真正的这种内心的安静安宁。安而后能虑，如果你达到这种状态呢，你就能够去做事情了。虑而后能得啊，所以是内圣外望，先修心。所以这个这儒家的这种修养啊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无所前后，则近道矣。就说要明白这个次序，这个重要性。朱熹有这个一个序啊，《大学章句序》，我给你下啊。朱熹写的《新安朱熹序》，大学之书，古之大学，所以教人之法也。盖自天降生民，济则济，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。然其气质之柄，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亦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，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义兆之军师，使之智而教之，以复其性。此伏羲、神农、皇帝、尧舜所以祭天立极而死，所以祭天立极而司徒之职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三代之龙，其法亲备，然后王公、国都以及，所以祭天立极而司徒之职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三代之龙，其法亲备，然后王公、国都以及吕相，莫不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、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仲子，以至公卿大夫、元氏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，大小之节，所以分也。辅以学校之设，其广如此；教之之数，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。而其所以为教，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，待求之民生，
日用一轮之外，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。我觉得他说以前这个上古的时候这么教，是纯粹自己臆想的吧？啊，那个时候好像没几个能上学的，不知道啊，不懂啊。那时候还是奴隶制社会吧，基本上。氏族那时候还氏族啊，属于这个刚刚脱离母系社会，后来这个奴隶制社会，其学验者无不由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知分之所当为，而各婉焉以尽其力。这个就是喜欢说古代好啊，上古好，这个也不见得啊，上古没那么好。这个夏商周不都是拿人祭祀吗？没事开脑袋玩儿，大部分都是当奴隶的。此古西圣时，所以至龙于上，苏美于下，啊，所以他说以前是至龙于上，苏美于下啊。这波搞儒学的总是喜欢说古代好，啊，人心不古，总是说啊，纯扯淡啊，个人看法啊，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，及周外有以其规模之。意思周之衰啊啊，觉得周朝多好呀，夏商周啊，夏商周啊，即周之衰，贤圣之君不作，学校之政不修，教化灵仪风俗颓败，实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威，以其政教。于是读取先王之法，意思是周之后这个春秋战国这个风头颓败了啊，这个。说这个意思怎么来的？于是读取先王之法，从而传之，以昭后世。若区礼少仪，内则弟子偏，弟子直注偏，故小学之流于义，而此偏者，则因小学之成功，以着大学之名法。外有以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。三千之徒，概莫不闻其说。就是孔子有三千徒弟嘛，其实也不多啊。现在你一个中学老师的一届届的教过去多少学生啊？概莫不闻其说，而曾氏之传，独得其宗，于是作为传义，以发其义。即孟子末而其法泯焉，则其书虽存而。自世以来，俗儒寄诵辞章之习，其功备于小学而无用；异端虚无寂灭之教，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。其他权谋术数，一切以功名之说，与夫百家众迹之流，所以祸世污民，充塞仁义者，又纷然杂出乎其间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治治之责，晦盲痞塞，反复成果，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。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，颂德隆盛，治教修明。于是河南程氏两父子出，而有以皆乎孟氏之传，是以尊信此篇而表彰之。既又谓之赐其简编，发其归去，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，圣经贤传之旨，惨然复命于世，虽以惜之不敏，异性私塾而有于文焉。这个自我谦虚啊，这个说我朱熹不怎么地啊，不敏啊，故其为书颇犹颇放失，是以忘其故陋，才而及止，兼亦切复己意，补其缺略，以似后之君子，及之赞于无所陶醉。谦虚，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，学者修己治人之方，则未必无小补云。